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喺1899年創業嘅百年旅館龍明館，喺2018年12月推出咗全新嘅酒店 Hotel 1899 Tokyo， 佢哋就由酒店大堂到客房都充滿住日本茶風味。酒店咧對水咧仲好講究添嘅，一入到嚟客房咧，佢哋就準備咗三隻水，有 sparkling water 啦，有 mineral water 啦，同埋佢哋特別推介咧用呢個 pure water 咧嚟沖佢哋嘅茶同咖啡嘅，咁就帶出佢哋最純正嘅味道啦。仲有呢個好似綠茶草咁嘅燈，大家仲可以將色温由白到黃調節適合你嘅燈光之下瞓覺。酒店除咗客房，酒店嘅食物都好重要。嚟到一樓嘅 Deli and Bar 1899 Tokyo， 你就可以試到唔同由茶做嘅美食。哇！估唔到呢度仲有由綠茶、紅茶同番茶做嘅腸仔食添。綠茶做嘅腸仔你食過未咧？我幫你食啊。嗯，真係綠茶味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呢個濃茶雪糕一定要試嚟到呢度綠茶烘嘅話。